各位亲爱的赛斯家族同学，大家好！赛斯教育基金会第一次将大典活动改为户外教学喽。活动将于11月13号下午2点，我们将举行一场心灵 wake up， 拿回自己力量的游行活动，拒绝成为受害者。邀请同学带着你的轮椅，带着你的婴儿车，带着你的宠物车，与我们一起欢乐喜悦的走上街头，一同来参加这一场嘉年华的游行，期待与大家相见。